春天的感觉了哈，漂亮，真漂亮啊 ，beautiful。哎，这条道是往山上干，看看。对对。你的手机立功了。这家的大房子，哎，还在别墅呗，还立功啊。嗯。你看这大树，哎，待多少年哈？有的粗的呗，这地方住的他也他妈得劲儿啊！啊，这地方住的他也得劲儿啊！嗯，搁美国我不习惯这静的地方，太静的地方害怕呀、啊！这帮逼有枪啊！你家条件好，这帮逼那晚上搁这他妈的逼，警察来他妈都不敢趟。你说呢？那肯定的。你搁咱中国没几本是吧？嗯，这地方呢，那他肯定得去。这是有也不犯法，人家。哎呦，这都有枪证、啊。这种绿哈太牛逼了，不让你让你走上去，车全搁底下停着，你瞅着吧。走吧，走也行啊。他那、嗯、那咱不就走吗？下去咱回来不就完了？正在抵达目的地。咱不今天就是来出汗了吗？锻炼锻炼。对，找个停车位一停。嗯，肯定不要上山，车不要上，车不要上，那前面没路了，这就很好了。你看，这走着上去不就很好？他走还是不走啊？到呢，他等咱们呢。是你司机吧？傻逼一场。他走着。大门让进吗？应该让进吧。山不都往里都走？他不让上吗？不要上山，毁菜的。嗯，后边解锁上山吧。嗯，好。你帽子别忘了啊。嗯。哎呀，太好了啊！